上一集讲排行榜啊，地图是什么意思？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哦，是我们可以选关卡农的意思就对了。嗯，该我讲了吗？哎，农资哎，排位不排榜讲乱掉了啦。我们先讲一下战斗通行证要不要？好啊，等一下，我将讲的是战斗通行证。那战斗通行证你如果有买的话，你到最后就可以得到什么东西呢？来，就上面的那些东西。那像我现在是免费的话呢，我们一样是有钻石的，就是奖励面比较好。那像是如果你有战斗证的话，你就一级召唤券、入场券，把他们都充啊，把他们都充10000好了。然后我们下集再抽好不好？因为我现在也不想抽。嗯，先打波波塔哈。大波，你再跟我说。嗯，这到底会不会赢啊？够烦的。哎，我现在有这么多钥匙哦，把它扫一扫好了。我现在卡在这里。对，有那种讲解。那基本上他这游戏就放着去挂就好了。嗯，很好玩的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玩到这边了。OK。啊，对对对，跟我聊天室。